海皮回来了。对啊，你看，我还买了点心，我们来吃吧。提拉米苏哎。你最喜欢的啊，一定好吃。来啊！不行，老娘吃蛋糕一定要45度角下刀，切成8等份，这样吃才最方便。重来。好。老娘折衣服一定要90度角折痕，再混，全部重洗。好。舒服吗？不行，老娘按摩脚趾头一定要从头到尾照顺序来，请你尊重每一根脚趾头。道歉。脚趾头，对不起，脚趾头，对不起。不行，老娘绝不允许手机荧幕有 APP 通知红点点，我帮你消灭他们。好累啊！啊，不行！老娘的床绝不允许你这肮脏的身体碰触。回来。放下，老娘的床不允许有任何食物屑。哎，不要靠近我，我还有很多保养要做。啊，保养？好了，可以睡觉喽。没用的家伙。